这个螺丝，然后把这个内流方放进去，两个内流方，一个放在这个侧面，一个放在上面，看一下，把这个转一下，里边能看到一个内流方的孔，把这放进去，然后现在这个是初始的偏心，偏心是多少，这红的只能多少度就是多少度，最大是180，两边都一样。然后你把上面的这个内流方松开，把上面这个内流方松开，松开之后，这个内流方千万不要拿出来，如果拿出来的话，偏心就会滑到下边去。然后这个时候，这个是可以转动的。